放了一捆一捆的炸食。要有的苦，哎，有的涩。好，这一步好了啊，我们整体看一下啊，好。我们再换一副啊，这是水仙、山茶还有梅花。那么中国话呢，就是可以组合动来的啊，都是折枝的，啊，这样你看有带芽的水仙跟梅花，那么这个筛查呢比较容易的，哎，这挺有味道的啊，很清新的一种，雅致清新的一种，境界啊。我们先画那个筛查，筛查呢蛹的画好以后呢，我们再画那个带的水仙。最后加梅花，好，我们来勾啊，把它的筛查画呢是用勾线来勾的，这里呢。一片叶子，哎，挡住。这里也有一片叶子，山茶花的叶。